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王一博随便一扭，热搜霸屏一整晚，一个细节暴露真正实力。乐华娱乐12周年的演唱会原本就是这一段时间全网都很期待的，这一次演唱会是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，这也让很多朋友票的朋友都能够安心一些。整个演唱会中热度最高的艺人一定是王一博，如今王一博是娱乐圈公认的流量艺人，更何况王一博也一直都是实力和人气并存的。在演唱会正式开始之后，大家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顶流。原本是乐华整个公司的演唱会，而王一博个人的场外应援就占了一大半，场内的场面更是让人震撼。所有粉丝朋友都知道王一博喜欢绿色，大家都带着绿色的应援牌来到现场。当王一博登场的时候，整个体育馆仿佛是一片绿海，全都是属于王一博的颜色。开场舞的时候，王一博一直环顾着四周，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一片属于他的绿海。虽然他不善言辞，但是他的找就能够说明一切问题。现场的热度一直高涨，线上的热度也不甘示弱。虽然演唱会把王一博的舞台安排在靠后的位置，但是从整个活动开始，关于王一博的热度一直都很高，所有的粉丝一直都在静静地等待着王一博出场。在后场接受采访的时候，王一博被问到关于一会的舞台，他只是风轻云淡地表示只是一首歌而已。但是当王一博登场的时候，现场的尖叫声让人不得不感叹，王一博你真的太谦虚了。王一博这一次演唱的大家熟悉的舞感，在舞蹈上王一博进行了全新的编排，舞台上王一博随着节奏扭动着，手中握着的是他最爱的绿色麦克风，全场都在为王一博呐喊。王一博看似不经意的扭动早已经让所有粉丝彻底沦陷，随后关于王一博的舞台也登上了热搜。热搜的形式其实有很多种，而这一次王一博货真价实的热搜真的应该让更多人看到。从王一博的舞台开始没多久登上热搜，很快的热搜词条就冲到了第一名的位置。让大家更加震撼的是，这一次的热搜是没有主持人的，真真切切的是被网友们搜到第一名的。一般来说，粉丝们会为了给自家的偶像制造热度，会有特定的主持人号召所有的粉丝朋友一起打造热搜，打造数据，这都需要有系统的方式方法，粉丝们一起带词条宣传推广，而没有主持人的情况下，这样惊人的数据往往很难实现。但是这一次王一博做到了，就在没有话题主持人的情况下，王一博凭借自己的实力打造了真热搜。没有多久的时间，话题已经有将近300,000的讨论量和超过1亿人的浏览量，王一博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实力和人气的并存。整个晚上王一博的热度都还在，关于王一博的舞台，甚至有粉丝已经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遍了，而这就是王一博口中随便的一首歌而已。这种货真价实的热度是无法替代的，王一博的实力也是他长此以往努力的结果，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